好，不过讲到哦，这柯文哲在这两个礼拜呢，不停的在用各种手段来垫高自己，垫高民众党哦，在立法院的这个重要性哦，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哦。贺龙夜夜秀在被延上之后呢，嘿，这个前央视的记者王志安呢，不但呢连续的这个发文呢，而且还自己爆料说什么被三口组追杀。那贺龙呢，在审议了一个礼拜之后呢，也出面道歉，只是没有想到。贺龙不道歉还好，一道歉，民进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更怒了。郑浩，我这样讲好了啦，贺龙，你不要再用喜剧来遮掩你的没文化。贺龙终于道歉，贺龙道歉，他的原文在这边，我一句一句来喷呐。第一件事情，贺龙说什么？总而言之，虽然大选已经结束了，但是不分区立委名单是有递补机制的。我们可以期待未来陈俊翰律师借由民进党内的安排，能够以递补的方式进到立法院，为胜任者争取更多权益。跟他讲第一句话，贺龙关你鸟事，不方便就把我逼掉。我再讲是关你鸟事。现在多少人要见缝插针，陈俊翰跟民进党人都说，啊，你民进党如果这么在乎这个陈俊翰，你又让陈俊翰递补进去啊，是不是有这句话？贺龙就在玩这个游戏。可我问陈俊翰本人，从头到尾有没有抱怨过一次民进党把他排十六名？如果陈俊翰没有抱怨，请问关贺龙你屁事？你硬要帮他这出笼，意思什么？你在离间陈俊翰跟民进党嘛？可没有关系，等一下我准备好陈俊翰律师的声明，念给大家看，你就知道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一个是云，一个是泥，好不好？陈俊翰是天，贺龙是地。好，这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如果没有这个机会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四年后的2028，大家把票投给对生长者权益付出最努力的民进党，让民进党增加不分区席次，把陈俊翰律师送进立法院。贺龙，你有没有念书啊？你不知道不分区名单是4年4年排的吗？你确定四年后陈俊翰还在这个名次吗？这四年会不会陈俊翰在民进党的内阁另有高就，或者这四年陈俊翰虽然没有进入内阁，可是民进党在订相关生战者法律的时候，陈俊翰成为重要的顾问，他可以透过这样把他对于生战者权利的那个要求纳入法条，都有可能呢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没念书嘛？你连不分区是4年4年排都不知道吗？来，第三件事情，这个2028年的时候，夜夜秀到时候也会全力辅选民进党。民进党要你辅选吗？你要确定呢、欸。辅选的人都是精挑细选过、欸。我爆一个小料，贺龙夜夜秀约过黄捷，约过王义川在选前。这两个人都说刚好有事。为什么抢救王义川去约黄捷，黄捷就有空？贺龙约你，你就没空。也很简单嘛，不是你要来辅选就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再来，虽然今天是本季最后一集录影，但贺龙夜夜秀绝对不会一季就结束。四年后，我依旧会站在这个舞台上，用娱乐来关心社会。看完你的道歉声明，我很怀疑四年后你能站在这个舞台上。要抵制贺龙，最简单的方式不是去喷贺龙，而是抵制贺龙所有赞助的厂商以及邀请贺龙出来演出的品牌平台，就那么简单。贺龙，你这种用喜剧用喜剧来遮掩你没文化的事实，坦白讲，四年后你还能不能成为公众人物，我很怀疑。再给大家看陈俊翰，陈俊翰的声明跟贺龙一个在天一个在地，云泥之别。来说，谢谢各位记者媒体的关心，针对此次王志安歧视生长者参政的风波，喧腾一周后，主持人贺龙终于愿意在节目中出面致歉，虽然时间有点迟，我还是肯定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他说感到欣慰的事情是在此事件中，台湾社会绝大多数都是在谴责王志安的恶意善笑，模仿歧视生长者平等参政的一方。这东西呢，他干嘛感到欣慰？第三件事情，针对贺龙在最后一段道歉还在恶搞政治，还在暗酸民进党，那个陈俊翰怎么回？陈俊翰律师说，我很感谢贺龙夜夜秀团队对我和我所提出的理念的认同跟支持，不过他们大可不必勉强自己在2028一定要投给民进党。台湾的民主自由可贵之处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认同支持的政党，没有可以强迫谁，所以他们不用违背自己心意。当然，
贺龙跟制作团队如果在经过四年的人生历练后在干嘛？你们还太幼稚。经过四年人生历练后，发现赖总统所领导的民进党从政政府做得还不错，而愿意发自内心的支持，我也非常欢迎。陈俊翰律师的声明跟贺龙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不要讲我太严苛，不要讲我是民进党，不要讲我是一四五零。昨天吴宗宪去上贺龙的节目，吴宗宪不会有人认为他是绿的吧？吴宗宪政党倾向怎么看都不是绿的吧？他不会是一四五零吧？吴宗宪怎么跟贺龙讲的？吴宗宪说：“论喜剧，我是前辈。喜剧不是所有玩笑都可以开，就像拳击，你可以互殴，但是有规则，不可以打后脑。”吴宗宪在讲什么？跟你讲，贺龙不要把你犯的错、你的无知、你的没文化，全部用喜剧当你的遮羞布嘛。吴宗宪在喜剧上总是专业的吧，对不对？吴宗宪总不是一四五零吧？吴宗宪都这样讲贺龙了，请问贺龙你有什么好讲的？这贺龙一块，第二块王菊治安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讨论王治安呐、我跟大家讲，真的不要把一个中国人，一张票都没投过的中国人，去奢望他理解什么叫自由，什么叫法治，什么叫自由跟法治的界限。那是以不伤害他人为原则嘛。王治安这咖现在唯一脑袋会想的事情是，我如何利用这件事情最大化增加我的点阅率跟知名度。他没在在乎台湾人讨厌王治安的嘛，一个省而已嘛。对中国来说，一个省的人得罪就得罪了，我全中国都敢得罪。所以王兆祥来贴这个文嘛，日本三口主要准备对我下手。另外拜托王志安，三口主会不会太忙？三口主要管到一个中国人在台湾发表歧视声张的权利。三口主就专门让人家产生声张的啊。三口主什么时候变人权律师？我在跟大家讲，王志安，你在日本打爬进狗不付钱，三口组可能比较会找你麻烦。你在台湾乱讲话，三口组理都不理你。三口组怎么会对他下手？吹牛嘛，往脸上贴金嘛，王志安，你把拜托起来，三口组会对你一个中国人在台湾失言下手？那他早就对韩国瑜下手了嘛，对不对？谁会对一个失言人下手？他在干嘛？刷存在感嘛，往脸上贴金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更好笑的是，你有没有念书？我留个证据在推特，万一我出事，这些都是证据。你把拜托机嘞，这是什么证据？这是这个我留个证据在推特，他的证据什么？这个是不是？三口组莫名其妙，我保证你写完这原本三口组不想理你的，写完这篇文章，三口组跑去找你了，真的要来找你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拿三口组来垫高你自己嘛。所以王战这卡我觉得理都不理，很简单嘛，你该怎么办怎么办？你中国人嘛，拿中国签证嘛，拿中国护照来台湾嘛，不能商演嘛，对不对？那就五年不要再进来。